这一部戏饰演的角色叫做方兴，是个警察，叫做新型网络毒品的这个调查科。毒品到底在网络上是怎么样去运作？那我的角色就是热血，觉得坏人、好人一定要按照他认为的警察学校教的方式去做。一路下来都是觉得他是一个阳光青年，咁經過咗今次同佢合作，我自己覺得佢有一個好好嘅條件，可以做好多唔同嘅角色。哇！好燙，蛋殼進去了。這一次的合作當然是非常興奮，因為我當我拿到這個劇本的時候，知道有很多前輩之前有合作過，跟華仔哥、跟家東哥有合作過，但沒有真正的一個對手戲。華仔哥是監製，所以覺得每一場戲他都基本上都在，然後很投入。然后跟导演 Jason 都在为我们想，我跟交通哥之间的关系的一些小的这个情感东西。真真正正第一次是跟阿彭于晏对手的，咁啊佢系国语人嚟噶嘛，咁好多时我哋都要，其实一班大男孩啦，好多大家嘅谂法啊抛出嚟啊。然后也常常看交通哥的电影，所以对他没有陌生，他给了我很多意见。演的时候，你也会随着他表演跟他的情绪，你也会改变自己的状态。戏入边你睇到佢又识科技又可以肉搏，佢将呢个角色演绎得非常非常好，令到我好惊喜。像这个剧本我就非常喜欢，当然是一个有意思的一个警察，然后没有演过，随着年纪我觉得应该多尝试。OK OK OK OK， 来。